式是什么？我失恋的解套方式就是尽情的大哭，尽情的大吃，尽情的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。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失恋都很喜欢故作坚强，就是说其实我不难过，我可以。可是我觉得你真的唱得好黑哦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想当性幻想对象。OK， 就是很多人失恋的时候就会一直。范玮琪有首歌叫做《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》，可是很多人都喜欢装勇敢，但我觉得其实如果你失恋的时候，你就是尽情的展现自己的情绪，宣泄。喝口酒，喝口酒。我跟你讲，你要相信一句话，就是你眼泪流干了就没有了，真的。就是我曾经以泪洗面了三个月，然后三个月之后呢，我就突然觉得不会想要再哭，也不会想要再流泪了。然后不要一直逼自己说我要走出来，因为就是你真的很难。想要走出来就走下来，因为人生往往事与愿违，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尽量的哭，错，难过，宿醉，对，买醉也是一个很方法。然后呢，重点就是相信我，下一个会更好。等到你真的遇到下一个的时候，你就想说，老娘之前是怎样瞎了什么狗眼，我到底怎么了？所以你就是要努力的走出去，然后寻找下一个真爱。嗯，最近差不多了，干杯好不好？想聊的吗？我很多可以聊，尽情的就是瞎聊啊。你想跟我聊什么吗？ Okay. 这真的是酒哎，靠腰，这是酒吗？它真的是酒哎，我本以为是维大力哎，结果它就真的给我秘鲁哎。我们尺度都已经这么大了，我们还要喝秘鲁？你觉得接下来的时间会不会要疯狂的消音哔哔叫？想知道更多关于女生的小秘密，请上 Facebook、Instagram、YouTube， 美拍来 follow 我们 Cosmo TV。